却与天下豪雄共行天罚，解封神榜之号令，惩戒那些勾结商纣的先到宵小。祝丞相开罚！ 将奉祖先之余烈，承禀上苍之谕，辅佐应郡亲王。我们不再被放逐，我们将放逐商纣王。 如果众仙神力封印失败，就毁掉封神台。是，吾王。将丞相，一切都已准备妥当，可否？他怎么来了？罪在春火，月在天司。 此乃受命于天的使臣，成败在此一举。鸿蒙初判，方具圣明，人心浩劫，人民天地，湮灭山峰，以昭太平。 贵为商朝的国师，这份天命应该由我来保管。商纣无道，师尊令我在封神榜下凡，只为辅佐应运新王。我赞成解开榜上的封印，但不是由你，也不是在这儿，抢榜。 陛下，毁掉封神台！
保护好封神榜。尊所言，道友们，就此留步吧。速派斥候，追查敌人下落，找回封神榜。是。
战争已经打响了，小夫，这场仗我们如何才能打赢？ 江城向所言不虚，杨戬陷入果然神通广大。师叔在哪儿？你不会是来教训他的吧？还有你们这妄言天命的人！那你该早点来，我们已经被你另一个师叔给教训过了。这些人都是被神功暴所杀。 还有很多将士的遗骸已经找不到了，师叔真不应该启动封神榜，稍有不慎，牵连的就是无数仙人呢。不开启封神榜，我们没有胜算。申公豹在挑起人仙之间的战争，在人间。 能做成伐纣大事，你就是百姓们心中的英雄。 我相信他们还会为你重修一座庙。和你们一起？得了吧，我喜欢单干。陈塘关之事，错不在你。百姓们之所以供奉你，是因为相信你会将他们从困苦中拯救出来。但是，你一个人势单力薄。 我脾气很怪的，到时候你别后悔。<笑><笑>
军中有先道者助阵，平乱西岐指日可待呀，大王。说得好。你醒了，丞相说你会好起来的。我控制不了我自己，就在我的身体里，就在灵魂幡触不到我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混乱了，他把我的脑子都给填满了。你知道被击垮的感觉吗？谁都有被击垮的时候。你现在要做的是振作起来。我们面临着一场恶战。我没有办法控制两个自己啊！总会找到方法。可找到办法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，我不能让将士们陪我去冒险。你甘心吗？你当年修仙悟道，不就是为了在乱世中成就一番作为吗？你若是还有点从前的气概，拿出来证明给我们看，别让身边关心你的人蒙羞。有多少将士被我……不是你的错，申公报干的。要阻止姜子牙解开封印呢？元始天尊让他修建封神台，不仅是为了解开封印，更是要借此台封印人间诸仙的法力。可封神台被毁了，怎么解开封神榜？刘魂幡会指引你解开封印，完成我们的使命。然后该是你兑现承诺的时候了，让我看看你的门下是否真如你吹嘘的那样，所向披靡，助我统领人间。元始天尊都瞧不上的货色，也配对我的门人评头论足？别忘了，在我的使命完成之前，你们都还得困在这碧游宫里。不过你就不担心这封印解开后被剥夺仙力的是你们？怕什么？行劫灭长。西岐就一起患难过来的，总得让他入土为安。
是为我们好，是顾全我军大局。天华，我知道。若不是杨戬先人，这边我们可能伤亡更多。陛下，我还是没有办法相信这个家伙。难道我们的命运一定……邓将军，你不必多说了。陛下可还记得，先父当年被商军困于青龙关时，他一直满怀期待，向仙道者们求救。可直到最后一刻，一个施以援手的人都没有。我也没有选择。申公豹是商纣的国师，必定会招募仙道者们为商朝效力。这就意味着，在这场战争中，仙界只会在两个阵营里做出选择，我们的和对抗我们的。可他申公豹打的是我军的旗号，四处烧杀抢掠，或许在百姓看来，戕害凡人的反倒是我们。只求问心无愧就好。我们每拿下一座关，就要对这座关楼后的百姓负责，这就是我们的使命。派杜良军给镇中的百姓分点吃的，令全军务必不得惊扰。是。邓将军，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黄将军，黄将军，我听丞相说你闭关修炼60年。九转元功会让人驻颜不老，或许看上去会有些不一样。这么说，你修炼的是驻颜术喽？并不是啊。不仅仅是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该这么对我们同胞的遗体。战死沙场的将士应该受到尊重。听话，走了。哎，没事吧？对不起。你不就是终南山玉珠洞云中子仙人门下的弟子啊？正是在下。哎，不必客气。你就只听说这个？不然还有呢？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我问你件事啊。啊，他好像对我有点抵触啊。哦，他呀，他不只是对你。还有谁啊？丞相，中军要务实属机密，怎能让仙人参与？我军的斥候一直在追踪申公豹的行踪。他们应该是在这里，真寻城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是夏朝的都城，现在也是一片废墟了。500年前，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王，在那里打败了拥有100名仙人庇护的夏王杰。就凭一帮凡人？没错，就凭一帮凡人，这是事实。当时成汤王的丞相伊尹，奉天受命，就带着封神榜下得凡间，而伊尹在那场战役后就地将封神榜封印至今。而申公豹应该是找到了在那里解开封印的方法，现在到诸位各显神通的时候了。
天命玄鸟降而生商。什么天命？靠的就是对仙人的屠戮才赢得了天下。姜子牙和他的主子想做的也无非就是这点够的。凡间的事我管不了，我只希望把封神榜重归天界。是。看来我要知道的还真不少啊。让你们醒悟吗？所谓封神，就是将仙人献祭，换来凡人的安宁。投降，投降，投降的应该是你们，都好好看看吧。啊！封神榜的封印已经被解开，只要我打开它，这中原大地上就会有无数的仙人被献祭了。要不要看看这榜上有没有你们几个？不要。够唬人的。你就是哪吒吧？甭套近乎，我不跟一个三眼哥还有凡人做队友，本仙独来独往。行孙师爷，告辞。他也是仙道者，管他呢，反正是个搅局的。我们是不是该……该想想如何去追击他呢？我还需要再酝酿一下，酝酿一下。谁派你来的？封神榜派我来的，我已经盯他很久了。如果你要是不交出来，你老子半步都不挪。哎呀！啊！
敢动吧，大爷？大爷，我真没时间跟你在这耍杂技。不是，我平生最讨厌别人骂我矮了。我什么时候骂你矮了？现在不就说了吗？啊！呀！到底什么来头？我听说西岐有难，哼，特来斩奸除。有话好好说，行不行？嗨，我拿封神榜换点钱。原来是为了钱。好，咱们心平气和的慢慢说。哎，人家境界比你高太多了。哎，我从来不觉得为了钱就能把人矮化呀。哎，要说你矮了，能忍吗？不是，你俩故意的是吧？打完了，这是？你很欣赏他们吧，师兄？你们不该给我关在这儿。这是一种羞辱。看见他们几个，让老夫想起我年轻的时候。哼，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你年轻的时候，连他们半点都不如。嘿嘿，这老头够直白，我喜欢。为什么解开榜上的封印，还是没有仙人被封神？你仙术是很了得，但是你并没有参透天命的根骨。别故弄玄虚了，我比你清楚，封神榜帮不了仙人一分一毫，只能让凡人骑到我们头上作威作福。哎呀，别理那疯子。哎，我们是不是该开饭了呀？嗯，哎，哎，关于申公豹，你还知道什么？我听说截教以封神榜作为条件，在背后支持他搞事。做我们这行的就靠消息灵通。哎，请问你是做哪一行的？法宝品业收藏啊。哼，毛贼，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可以金盆洗手啊。你是该去洗洗手了。行啊，要请得截教下凡，他还需要打开一条人间与仙界的通道，这或许就是他和商王后妲己沆瀣一气的原因。难道申公豹用法术控制住了妲己？那可不好说啊，也许他对申公豹使了美人计呢。英雄难过美人关嘛。仅凭解开封神榜的封印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啊。
有这六魂幡就可以。那是截教掌门人通天教主的法宝，建立祭坛并以他为索引，再借助解开封印的封神榜，就能打开通天门，让人仙两界横行无阻。这难道就是他们抢榜的理由？这不一定是他们的目的。有史以来截教收徒都是有教无类，他们若是觊觎这人间，则必生祸端。毁了他不就好了？等等，我也去。哎，你若想加入我们，一些旧习恐怕得改改。呀，这东西怎么在我怀里啊？这宝贝 也太神奇了啊！你会变身啊，就是那种彻底释放的变身。要不你变一个，说不定就能把它破坏掉。我看还是不了。不行，可是我不毁掉它，它就会毁掉我。哎，你平时都是怎么变身的？是打一架，还是受伤？哎，你放心啊，我保证不会伤害到你的。哎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啊，疯了！还是说你只有受伤才行啊？别拿别人的性命当儿戏，无意冒犯。太小心了，三眼哥，做人嘛，就得坦荡点。你不是该认真一点吗？我没有吗？你就没有想过姜子牙为什么现在才叫我们过来？我可是自愿来的。瞧瞧他那正义凛然的样子，你以为你这样人类就会感恩戴德的供奉你了？总比没有人供奉强。你呀，真是从来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凡人会尊重你。要不要看看谁更厉害？只有让凡人骑到我们头上。申公豹对姜子牙所说的这些绝对不是随口说说而已。那还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？我跟他是修仙修傻了。哎呀，别管这破玩意儿了，咱们直接飞去昭和城把桌上端了，封神榜的事儿不就结了吗？我和你们不一样，我只有伤害自己才能够得到力量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哪吒，我要跟你说件事。有粮食了，放粮了。把这些粮草搬过去。
这是抓住申公豹的酬劳。嗨，那么客气干嘛呀？那我就……我没那么客气。拿了钱你得帮我们。拿过来吧你。你还要给我三袋子哦。赚钱的胆儿倒是有，就不知道像这种边角料的仙人有没有这花钱的命。哎，你误会了啊，我知道你们在西岐捣鼓什么，你们不就想封印仙人法力吗？不过我要是说漏了嘴，哎，可没有仙人会帮你们。嗯，仙人的名声都是被你这种家伙走尽的。仙人的名声跟你一样都不值钱。哎，但为了你呀，啊，我可以少要一袋子哦。刘魂幡毁掉了吗？你先把风云台的事解释清楚。对啊，师叔，我们是不是该坦诚相待一些？封神榜就知道封神榜的威力了。这只是第一步，修起好的封神台是可以操纵封神榜的。到那个时候，所有凡间的仙人的法力都会被剥夺掉。仙道之辈在人间胡作非为，这是你们该付出的代价。一年前，申公豹破坏了人仙的契约，以仙道者协助无道纣王镇压百姓和反抗的诸侯大军。如果我们不打开封神榜，就没有办法压制申公豹的仙道者。若不这样，我们难有胜算。可是为了伐纣成功，你就能那么自私了吗？哎，他说这种鬼话你也信啊？就是啊。那就问那些死去的将士。仙要是没了法术，法宝也成了破烂了。要不你们跟着我，咱们去找点法宝，挣点钱去。难怪你对封神榜那么热衷，你跟他倒是志同道合的。乌合之众，丞相，哪吒，你只在糊弄我们。你脾气倒是真有些怪。我数三下，放下武器。三一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买卖散了，交情还在，交情还在。大是大非，我们仙凡有别。哎，嗯，外面有动静。快去救外！
弑君！第一次被人仰着头看吧。我呸！妈！就你这脑子，只配做个贼！别动他！你助纣为虐，不配成为贤人！黄天化，黄天化！你们才是虐！武王曾是民心所向，没想到却滥用仙道邪术。伤及无辜百姓，有违天命。就算商朝灭亡，百姓也不会臣服于他了。不管你用什么卑劣的手段，我们凡人是不会屈服的。黄天化，不会屈服，整个凡间都得屈服于我。可惜你是看不到的。来了吧。
电话，我电话。黄天华，天华一直相信相父召集的仙人会帮我们一起结束这个混乱的时代，但是他最终没有等到。陛下，你相信吗？还有家眷吗？没有。听说他爹曾是周军的一员大将，之前也是在战场上牺牲的。为了什么都不惜战死呢？他们为的是一份信念，渴望得到的是一个和平的时代。可就为了打倒一个人，死那么多人值得吗？为了这份信念，值得。可是，或许我们赢不了了。
我看未必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申公豹为什么要在真巡城被我们抓？他是为了要击败我们，让所有人都恨我们。结果，他成功了。不，他没有成功，他还差一步。通天门。先导者们建议离开军营。找到申公豹了，是潼关城的方向。陛下，老臣提议速令全军人马马上拔营，征伐朝歌。你比坊间说的要聪明点。是你们太蠢了！哼，截教大军就要来了，人间就都是我的了。啊，你竟然真的以为一个莲藕会有魂魄？人间交给你，我可不放心。从此以后，凡人就懂得什么叫敬畏了。关发生了什么事？万仙阵，万仙阵，天命预言的劫难终究来了。
来的还能再晚点喽。在一起，生存正盛。死亡之灭。完了，这阵以两仪为本，华而生相，相生无穷。到后来，整个人间都要被吞进去了。就挨个去对付守阵者，不能让阵法继续扩散下去。他们不会给我们破阵时间的。怎么打，杨姐？我们团队合作，在通天门还没关闭之前，苗战，你负责东南面阵营；雷震子，你负责西北面阵营；土行孙，作为机动，要是再有凶兽出现的话，记得把他牵制住。我和邓将军负责地面阵营，还有保护百姓。嗯。哎，等会儿。
为什么是我去吸引凶兽啊？富贵险中求嘛，险中求。大家各司其职，找到机会毁掉通天门。封神归位是因劫难所致，一味的退让换不来凡人的感恩戴德，倒不如洗净这个没有信仰的世界。你把一切都毁了，我怎么称王？你不是承诺过把人间给我吗？等我毁了以后就给你。没有清洗过的世界，交给我吧！两个不都是王奴才了？你们这些仙人就这么躲在人间的吗？这里不是什么人间，这里是我们的家，谁也不能把它毁了。对，放下！这是我们的家，谁的奴才我们都不做了。Come on!
蠢女人！这是贱民，贱民！将士，还有黄天化将军，且慢，邓将军，我有击退截教的方法。说，给我。开得胜，仙人还是挺好当的嘛。旗开得胜，浅薄自大的凡人，这等光荣的使命，还是由我来完成吧。这孩子真是个话痨。你们这些卑微的凡人，都会在我的怒火中燃烧。整个凡界都会因为我的折磨而颤抖，万物都将化为灰烬。现在凡人和神仙都太狂了。
们这些蝼蚁，没人能破坏我的计划。阿玉，美人。仙人为何贪污凡人？因为这是我们的家。兄弟，这是我们的家。等我啊！
谢谢你，大英雄。哎，不客气。你把这话跟他们再说一遍就好了。哎，还有他们，杨姐他们，不是他们。大英雄，大英雄，大英雄。令尊会以你为傲，没什么好骄傲的，应该的。先人们，这次的战争如果没有你们的话，我们是一定打不赢的。谢谢。奉劝你还是顾全点大局，你把我关到九重天外，这封神榜也会离开人间的，到时候你怎么向武王和姜子牙交代？封神榜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不，还有最后一项。看，商纣祭祷，封神榜也已经返回天界，看来大家的心愿都已经了结了。陛下的心愿还未了结吧？和平的时代才刚刚开始。哎，阿玉啊，跟哥老大老我的心愿也算是了结了，只是先人们都已经离开，封神榜也已不在人间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再遇到这样的危难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到那时他们还会再回来的。这个是一份新的契约吗？这个是朋友间的一份承诺。相传元始天尊设下封神大阵，如若世间生灵涂炭，会有天之将星上天释放神灵下凡，共聚商讨昏君，改朝换代。心若止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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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若止水。
子时，天火流星，玉方时中，六位时成，九五之遥。乾坤乃定。怎么变成这副鬼样子了？文老贼，你不感觉到很潮吗？风雷双翅，一旦入体，驱除之日便是灰飞之势。将行至此，重生之道便交于你了。
有缘，不如我一起带回去，就叫雷震子吧。笑话我，笑话我！不不不不不，是他，是他，不是，是他，谁？是他，他不是他，都是他，不是我，不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知道这是谁吗？雷震子，我照的，懂？明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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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知道明白。不是要看我跳吗？来啊，抬头，看我跳，看我，不敢了。以后别让我在这条街见到你们。滚！别跳，别滚，跳高点儿！欢迎饶命，欢迎饶命，下次不敢了。欢迎，欢迎饶命。快滚！跳！新环，谁让你又多管闲事了？弟弟的事儿怎么能叫闲事儿？我见不得别人欺负我弟弟。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你是我弟。行行行，我是你弟，随便你怎么说，反正我罩着你就是了。至于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什么的都成。真儿，为父说过多少次不许你在外面肆意妄为，你为何不听呢？我就是想证明自己不比星环差，我有什么错？雷震子，不许和姨父这么说话。为什么不能？繁文缛节，私教李都看着都烦。哎，小爷我活得随心所欲即可。哎你，哎侯爷，您消消气。不过雷震子，你也确实顽劣，倒不像是新公子，天资卓然。哎，我说你怎么越劝越糟了？侯爷，你看看他，我好歹也是仙长派来的，他平时就是这么欺负我的，我这几百岁算是白活了。好好坐起来。不起。你给我起来，你给我起来。不起不起就不起。你父亲，您今日召我们前来所谓何事？哎，就是你差点把大事给耽误了啊。环儿，当年仙长在封神界林里放了一根黄金棍，此棍乃八方英豪之气聚集而成，早将西岐笼罩成结界，保你十八年平安。仙长明示，等你到了极冠之年，便可亲自取那黄金棍，前往那终南山修炼。好，孩儿这就去。我也要去，我觉得我作为新环的哥哥，我有义务。不许胡闹，此话。Thank you.
个神灵归位。啊，你们快看，这儿还有字。天下之行，大道为公。天，这什么东西？封神被迫，永不成神。吓唬谁呢？我又不想成神。谁都像你啊，胸无大志。我能不能成神，就靠你了，星环。哼，你成神了也是只破蝴蝶。再说，再说。干嘛呢，星环？快走啊！这么容易，不整点玄乎的给我们？雷震子，严肃点。星环打开了封神大阵，我们都会有自己的封神碑，对吧，星环？封神大阵开启，殷商灭亡之日，英豪封神，祭出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星环，别背书了，听着我头疼。反正就是谁要是挡我们家星环的路，小爷我就把他打碎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！Thank you.
谢谢仙长。雷震总，难道你不想成神吗？你其实没必要这样，不值。没有什么值不值的，小爷我愿意。哎呀哎呀，仙长，干什么？关键是你让我跟随将星开启大阵变个成神，可如今你把人都给搞错了，你让我跟着谁啊？好歹有点提示嘛。你说话呀。哎呀，啊好，我告诉你，来。什么？
父亲。将星需要风雷双翅才能飞入封神大阵，所以不得不牺牲你，但是天下会永远记得你的。弟弟知道吗？如果他想要，我会给他，但是你不能欺骗我。18年了，父亲，你所做的一切，难道就因为我是江心？不是，不是环儿。循环，你一切先行，他日封神榜上定有你的名字。什么意思？先查。风雷双翅可以与人性命相连，取之魂散。你们真的要杀我？为了天下苍生，莫怪贫道。咱们大罗金仙暗地里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星环，老夫便带走了。县长，环儿呢？这便是羽人族的旧址。羽人族可感知过去的厄运，其画面不会有假。你可以看看当天发生了什么。
老头，赶紧教我法术。我要去找师傅，把他带回来。啊？啊？啊？你怎么干张嘴不说话呀？啊？一个卷毛老道，赶紧教我法术，我要去找金环，带他回来。啊，这个呢，你就不用费心了，他自然会来找你的。这是本太师耗费18年心血。
我现在觉得自己活力满满。仙桥，没事吧，仙桥？没事。果然是将星啊！你要想在短时间内战胜星环，你就必须得喝我的独门秘制。老头，我觉得咱们应该差不多了，剩下咱们明天再试。喂，你说什么呢，臭小子？你别说了，你偷着不来了，你给我站住！计划还有些事情要解决呢。你啰不啰嗦你呀？啊，你吃了那么多丹药啊，功力一点都没有提升，你去干什么呀？
你不要听信了文老贼那个奸计，我来只是想取回风雷双翅，为天下渡厄，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。好弟弟，你可是当年就是。Thank you.
星环那不是故意的。你别说了，星儿，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已经走火入魔了。我说过，再见面就是我取你性命的时候。好，今天我就打醒你。雷震子，可笑。说清楚，我没有义父。
个雷震子他应该不会死啊。这不是被新环杀了吗？怎么可能没死啊？是啊，说什么话。县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那金龙圣果啊，它绝非凡物。雷震子吃了我的金龙圣果，那就是金身护体，他死不了。他日打开封神大阵之时，雷震子借我的金龙圣果之力将其吞噬，然后他就会……别！县长，若被吞噬，该当如何？这天机不可泄露啊，还要看将星他自己如何选择。星环暗黑双翼已经展翅，那不就说明诛仙阵已经开启？那雷震子估计是被抓到摘星楼。哎呀，事不宜迟，景儿，你赶紧随我去找那个臭小子会合啊！是啊。哎呀，快！
小蝴蝶，你怎么这么傻？谁让你替我挡的？雷震子，我讨厌你总是捉弄我。也许从一开始，我被江星之火所伤，便注定我与你的缘分。我会一直守护你的。我不允许你死，我还没和你吵够呢。不好，来不及了，快呀，趁现在！快去吧，完成你们的使命。承受永世的孤独，随心所欲。